有汉来与高院科技大学等七家大专院校联合举办的第二届餐饮高手上菜秀创意大赛，结合美食与灯光飨宴，带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上菜走秀。今天是我们高院科技大学跟我们汉来大饭店共同举办第二届的上菜秀竞赛的日子。那今年呢，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今年一定是餐饮科的同学才能参加，不是餐饮科的同学的，我们就第一届的时候有些参加，经过大家决议，今年只有餐饮科的同学能够参加。而且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参加的队伍比过去更分散了，我们远至台南县，台南市，台南市还有嘉义都有队伍过来，甚至有屏东的屏东商子也过来，那这个都是代表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影响正逐渐在扩大之中。透过这样的比赛，让学生们去体会团队合作与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同时增进学生们的创意以及发想空间，培养学生们的就业竞争力。大家都知道，每一次这个餐厅在办喜事呢，都有一个活动叫做上菜秀。那这个上菜秀呢，事实上在学校里面也能够让学生直接呢发挥他们的创意。而且我们在第一届比赛当中，我看到同学这样的一个创意呢，不输给一般我们很专业的五星级的餐厅。他们餐厅业者呢也都喜欢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来现场观摩所以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这次的比赛一共有10所学校的学生参与，相信在这样的环境发展之下，学生们都能成为餐饮界的明日之星。记者郭俊廷高雄采访报道。